一言一，嗯，为啥叫 KK 的好声？为什么老听你吃 KK？ 我觉得好膈应。压压一压呀 ，KK 不对吗？听起来怪怪的。不对吗？不一样。恁安徽叫 KK， 啊，南方这边叫七七耶。我们那边是这样。我山上啊，七七耶啦。像咱一那南话八刀叫八刀嘛呀，肚子叫八刀嘛，啊，恁叫十刀呀。我叫十刀。十刀。我们那边干嘛叫这？宠爱你们不辣啦，没辣，没辣啦，没辣，没辣啦，现代啦，还是有点区别。对呀，口音不同嘛，巴多，一个一个地方不一样。其实我们肚子巴多也有叫啊，巴多是多，是多啦，是多幺，巴多幺都有。君已阵亡，咋了？他不懂得。听不懂的都来过来，听不懂，他本身那个闽南话都听得 不是很浅懂啊。他闽南话比我好多了，我才真的不行啊。那谁知道啊？我真的闽南话没那好。他听的是福州话。对，你怎么去福州才忘啊？哎，问我们上学那会儿都全都用普通话沟通，跟爸妈也都是用普通话。可是我们在这里是啊。哎，我们那时候刚去福州上学的时候讲的都是闽南腔咳嗽嘛，然后我同学听了都很奇怪，慢慢给我们纠正过来。像别人说白人，我们说白人，然后我同学都说不对，不是这样讲的。地瓜腔。是。讲的都标准。多少都会有一点。然后慢慢就闽南话越讲越少，越讲越少。阿老李，阿田，你是什么腔？他腔多的。我是东西南北腔，你是机关枪啊？机关枪，这有没有感觉这个饭菜一下变高级？有亮堂了，对，心情还好。以前那个桌布太压抑，有点太黑了。那不，当初不懂得挑，当初那会儿还觉得那个可好看。哎呦，那个桌布少，是你说桌布，你再看图片，分析最大的东西。看啊，对不起啊，色差。机关枪。不过这个还好，这个没有色差。那个嘴巴给它弄一下。就啊，一点都不能留在那里。嗯嗯，我好紧张嘛，要不然你咋拿回去？哎呦喂，阿桃好像我的专利似的。是呀，你找那个家。好像也是，我家也都是我妈妈吃。不是我们喜欢。对呀，那是我们怕浪费。每个家庭好像都是这样，像我爷爷奶奶也好像都是我奶奶吃，然后我家也都是我妈妈吃，就怕浪费掉嘛。那男人吃最后只剩等了。对呀。就想着吃点。他就像谁做饭？帮我炖了，我可能就把。不过新鲜的时候可以，你要是隔着炖了，我就不要了。鸭屁股不能吃啊。没有鸭屁股，哪来的鸭屁股？鸭美丽不能吃的，越吃越美丽，那都剁掉。听到没？越吃越美丽。那你美在哪里？哪个是够了？你美在哪里、啊？肥肥胖胖的不是很美丽吗？嗯。奶奶是不是？我们走的是这个路线哦。你说奶奶，你等会儿再说，你我都差点吐出来、啊。好，来了，慢给吧。为什么你吃饭前一定要嘟嘟嘟？酝酿一下，还看看。说你是机关枪，你真的是机关枪。吃个点。养胃，嗯，吃哪补哪的，对。啊，芒果补了呀，我这大概买 A 呀，这 A 加，嗯，就是啊 ，A 啊 ，A。哎，真的，这男真的呸了一下，嗨，就是口，真的有一次口水都吐过来了。好了我要给巴掌了啊、哦！那是你，他一直盯着你看，是爷教的音。我打巴掌了啊、哦！一巴掌扇过去。好，那个不了，不了不。
你录下了，你录。我也不了啊。没关系。等下我要收拾一下。弄布了，姐姐弄点布。那是车。吃饱了吧？嗯，吃的多不多？挺多的，今晚表现的最棒。来，手手擦一下。我只能吃你剩的。里面还有呢，锅里。在底下，在上面呢。你说爷爷，你跟我一起去猪圈吧。来，妈妈来点，爷爷。给你扒了。门口软铃铛。哎呀。嗯，来，爬过来，找爷爷。难道我要跑过去找你吗？你太懒了。你说，哎，我就跑过来。来来来，来，好，快。哎呀。还多吗？多的啊。嗯。你吃，你爷爷加点汤。爷爷这也没链子啊。你说爷爷有，我给你带一条金链子。哎呦。我给你带，我给你带，这是什么链子？这能带下去吗？你头还大，有毛病啊！哎，打死你了！戴头顶还挺漂亮。对呀，太大了！哇，哇喂！来，给你。我的妈呀！帅不帅呀、啊？好不好看？还挺符合气质的。哎，连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弄这里。这就小猫猫了，不要了，这大的，好高兴啊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把手给拿开，抓，拿开，对，拨开，你给我夹手对。嗯，这小猫猫，这个漂亮，不要，这是大的。快看看丢了没有？快看看丢了没有？我又不抢你。奶奶，你要不要了？不要了吗？你说这个太假了，叫你爸买个真的。你说这太假了。哇，这个得多少多少万呢？这要真的要多少钱呢？这是假的。20万。嗯，要吗？不用不用。一克500，没有，现在一克才300多了。啊，这样的好像才一克剩300多。300多，这个多少克、嗯？这要是真的话，估计200克应该有吧。也就是不到十，那5-6万块钱，100多克到200克，7万，我的妈呀，那戴的脖子不断了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呀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，嗯，总算有点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怎么爱金子？你说这值钱呢、啊？啊，这值钱、啊？爱金子有啥用啊？不懂得分真假，就很容易被人骗。甜甜，你有没有咬一口啊？看是真的假的呀、啊！甜甜，咬一口。哎呀，好硌牙哦！你说这好硌牙哦，这很脏啊。嗯，这好硌牙哦。就是，千万别让它咬。它一会儿就崩碎。哎，它真的要去咬，没有准。去洗个手，洗个手，这不干净。走，咱洗手去。洗手机，你说这太假了！洗手机。